着就是全身米奇款，像我身上这一件就是米奇的长版，这件我蛮喜欢的。我的袜子也是米奇，它是一个就是生气的米奇，就跟其他那种卖那种开心的米奇袜不一样，它真的是有点就是在赌气的米奇，这样米奇，然后上面可以有一个 Passmo 的卡，然后会再背一个米奇的帆布袋，这是 My Grace Keep 的鞋，然后它有出一个这个米奇帆布袋送的。我们现在在等要搭进去海洋的电车。现在到迪士尼 Sea， 然后目前就是有点自暴自弃的程度，因为还没就是开园后才入场，所以一切的那个规划说要怎么排，然后要抽什么都直接泡汤了，我们就直接乱玩就对了。反正主要是要来 shopping， OK？ 后面有一个很像环球的那个地球仪。所有人都在排玩具总动员，而且是排抽快速通关，而不是排玩的哦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应该是排不到。我们走一个自暴自弃的路线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买吃的，然后不急着玩。唐老鸭的鲜虾圈，它做造型超可爱的，然后超 Q。你有看到虾子吗？哎，好棒哦！里面满满的都是虾子，好酷哎！那虾仁是真的，是我们的早餐。早餐刚对，大家听不到我们在干嘛？我在做游乐设施。好好玩，这其实还蛮好玩的。我们在玩这个，哦，一直在转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玉禾买了吧？特价哦，赶快哦，促销哦，特价中哦，两面，一面是这样，另外一面，好可爱哦，看一下，可是我也好想买那个两面，然后再看一下，然后手就一直抱着，再看一下，手一直抱着，好买的啦，这是海洋才有鸡腿，比较小一点，但是感觉烤得很嫩。有点烟熏的味道，然后它有点辣辣的，很嫩呢，烤得好软哦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这可以吃两只，推荐哦，海洋的鸡腿在那个愤怒双神旁边，大家要去买，而且它其实不大。它肉烤得超级嫩，玉禾在吃吉拿棒，好吃吗？你觉得？它是巧克力哦，对，脆脆的，脆脆的，它是甜的吗？是甜的，可是我蛮不喜欢吃吉拿棒，但是它蛮脆，蛮好吃的。我们现在要去看游行。